话说呢，就呢个礼拜网台界咩城市呢，就係、是、我哋伟大教主呢郁敏呢就有一个栋笃串嘅。咁就小弟冇去睇嘅，相当之遗憾地。咁呢咁呢係啦。咁我就听呢个啤梨漫步嘅呢、這个啤梨漫步嘅时候呢，咁我突然听到阿啤梨哥就话，咦，唉，即係你知又发生啲插曲呢，就係、是、好似有啲有啲切磋嘅事件。系啦，咁咧，甚至系连郁敏咧喺直播度打俾阿啤梨问究竟系边个同边个嘅，系啦，咁于是咧，竟然发生啲咁嘅事，连教主都唔知咧，咁我就梗系问下各方嘅好友啦，咁样，终于就得到咧一啲嘅答案啦，咁咧就系咁样嘅，就喺某一位 My Radio 主持嘅 Facebook 嗰度咧，就有少少端倪，咁呢位主持咧就系、是、叫阿姜哥，就系、是、呢个够姜子啱听嘅节目主持人。咁佢就二月十一号咧就出咗个 post 喺澳门喎，但系即系过大咗措施，唔系过咗大海先，啊佢咁出声咁够，唔系可以出声嘅，即系过场先嘅，系啦咁够姜吓就唔会着草。好啦，咁啊读一读，容许我读一读啦。如果唔系有啲网友唔知发生咩事嘅，即系人必自侮而人。咦，人悔之，系啦，就琴晚咧就喺九之门啦发生个小插曲嘅，就不少人咧就见到个大发雷霆，就破坏自己形象。事完咧就郁敏做 show 中间休息期间咧就见到朋友 A 就去狂屌朋友 B 嘅，当时 A 咧就自此有四至五人啦，就态度极度狂妄嚣张，声浪之大，态度之串是我不能接受的。由于系接郁敏嘅节目现场咧，我就姑且压止冲突，停止事态严重落去。离场嘅时候咧就九之门口双方再次碰头，又兼且打起上嚟啊！我就并冇睇到过程嘅。就只知道刚才就不发一言嘅 B 朋友咧就应该打赢了，而 A 的几个人咧就箍住 B， 就不容 B 离开，就并称就已经报警啦。由于双方我都认识，又唔想事件弄大咧，就尝试平息，但 A 就似乎唔肯妥协，就兼且有个不知名属 A 嘅僆仔就一直近距离就向我录影，就令我大动肝火。咁事件最后就平息咗啦 ，A 与 B 揸咗手，哇！呢个真系反高潮啊！双方就并没有落案，唔系反高潮嗰个我家嘅，双方就并没有落案，就算是双方和解。好啦，问题出嚟啦，双方我都认识，就为何全程撑 B 朋友呢？咁我只系根据我所见嘅事情咧，就帮你不帮亲啫。第一系郁敏做 show 现场搞事，就真系搞我个场；二 A 喺现场挑衅 B 嘅态度咧，我不能够容忍嘅；三 A 咧就指住 B 狂屌嘅时候咧 ，B 系冇还口；四。既然事前咁嚣张，打完交输咗咪赢咯，报警。首先串到无伦嘅气焰去咗边啊？咁琴晚咧就警方面前咧 A 就算系俾足面我啦，事情告一段落。咁将来双方态度如何，点样发展落去咧，我都会站在 B 嘅一方嘅咁样。好啦，咁呢个时候咧，咁我就 send 咗个 message 就俾阿老表。咁我就话你咁样玩针对唔系几好，唔系我问下我个老友，唔系佢系问下老表，究竟甲方同乙方系边对打边个咧？系啦，咁我就问下老表你近况如何啊？咁好耐冇见咁样嘛，即系问下啊，系啦，咁老表就喂好耐冇见咯，不如上嚟网台大典倾下啦，咁样嘅，我话咁样都好、啊，嗱老表点解咁其实你有冇查实你有冇睇去呢个郁敏嘅栋笃串嗰度睇数咧？专程去打。我当然有去睇啦。点解？我话我冇睇噶，我成日喺门口等交打噶，净系企喺门口啫。点解咧？点解咧？点解咧？分享下个过程啊！嗰个唔系因为去睇系啊，我有一日同阿姜哥讲啊，郁敏嗰啲飞唔知卖晒未？嗯，咁啊，姜哥同我讲卖晒啦，不过我可以帮佢搵张嘅。系，咁佢话好啊，我预你啦，如果你睇就，嗯，咁就因你成变就系。就预咗我啦，系好啦，咁你睇边系第一场定第二场？第二场，第二场系你个期望系点样嘅？其实你对阿教主嘅OK 好睇喎，系 OK 好睇喎，系我觉得表现到，因为佢可能经验已经够啦，做栋笃串，佢做得真系好好，好流畅啊，佢节目都系好啦，咁就事态发展去到中段休息嘅时候，你又做紧啲咩咧？喂，咁啊要讲翻开场，哎，好，因为点解咧？系。都系我唔好，我衰，系我就影人嚟后尾枕，就摆上 Facebook， 摆咗啦，系有冇删除啊？梗有啦，屌！我其实摆咗一阵啫，我其实摆咗一阵，咁个 heading 就打柒噶，唔加柒，系我唔啱嘅，真系我唔啱呢个。喂，咁又要再推前啲啦，咁做乜要打？其实你都知我嗰个脾性啦，大佬。
我都系贪玩嘅啫嘛，即系我系完全唔系谂住聊是斗非嘅。但系识唔识我真系打柒我呢个冚家铲。唔系你识你识唔识当事人嘅先？其实叫识啦，都叫做识啦。之前有有冇私怨啊？冇呃你嘅。系点解咧？点解你哋会有啲咩交集过咧？那个私怨都系是非而引起嘅。讲唔讲得噶？有冇啲？因为涉及第三者，其实根本就唔关我的事。我去做和事佬，佢屌埋我咁解啫。哦，咁啊抵屌嘅。咁啊系啦，冇错，真系唔关我的事，真系要抵屌。咁名主持咧，本身佢哋咧就一行五人，系就一齐去睇 show 先睇 show 嘅。系另外啲系咪主持人嚟噶？定系普通？应有一个系主持，有一个应该系揸 cam 拍嘢嘅。OK OK。咁佢哋走埋嚟凶我咯，即、就、系、是、等于姜哥讲嘅，佢哋就系 A 军啦。系。咁佢哋哇调都好大声，因为嗰阵时系中场休息啊嘛。咁郁文个场咧有1500人坐，即系坐满1500人，嗰晚系坐满嘅。系。咁我当嗰有一扎人，即系中场休息就去咗厕所啊。我估计我当200人啦，即系有1300人喺个场嗰度啦。哇，好大声咁同我說。个位系边个位咧？系去到喺个场入边咧，因为喺场入边，近门五近门口嘅。五近门口，直喺场中间。即系场中间。O、okay、K。因为我嗰堆就喺场中间度坐咁啊，有埋兰花系啲老友啊。系。即系郁敏栋笃全中场唔系啦啦队，有激战。冇错，未中场就未激战嘅，系激屌先嘅。激屌系激屌系。中场激屌先嘅，咁你知啦。第一，我又先聊者一战嘅。我俾人屌，我梗系冇声出啦。第二，对方因为恃住人咧，就真系好嚣张。恃住人多，系啊，恃住人多真系好嚣张。吓，有冇嚣张咁咧？嚣张到除咗屌我老母之外咧，佢就讲咗几次重复，就话你唔打我，你系龟生嘅。哦，主要系呢句咯。但系佢身形系点样咧？身形其实冇我咁样咯，肥嘟嘟咯。哦，佢讲定系佢隔篱嗰啲 friend 讲噶？佢讲噶，佢自己讲噶，佢好凶狠咁讲添啊！但系佢连你都咁聊，你有冇怀？曾几何时怀疑过佢有秘密武器咧？因为当时嗰个情绪咧，令我个大脑已经闭塞咗。系，除咗血，应该系冇其他嘢。即系个海绵体膨出嚟，冇错，冇错。原来有第二啲嘢令到你大脑系闭塞嘅，我以为得女嘅啫。唔系，系两方面咧充血嘅啫嘛，男人系咪先？一系谂住屌人，一系就俾人屌紧。系啦，即系都系正反咯。舒服啊，系啦。咁啊，既然人哋讲到咁嘅，咁啊完数先算咯，因为你因为点解咧个场？我点解会去睇？系因为细姜哥帮我订。系，咁而细姜哥咧，亦都系阿郁敏啲 friend 啦，系政治 friend 咁简单嘅。系，佢直头讲到喺郁敏嗰度闹事，真系同佢闹事。咁话真系顶唔顺，有啲头晕啦。咁我咪同阿姜哥讲：喂，姜哥，就做完啦，都我去厕所，我顺便我走啦，我真系顶唔顺。嗯，咁就走啦。吓，咁在场我识得嘅朋友咧都。都觉得啊，你真系成熟嘅啫，处事系喺楼下就同另外一个朋友喺度倾紧偈，咁倾倾下咁，我朋友同我谈笑风生咁样咯，我咪同佢讲，喂，帮我睇住个袋，咁我因为我见到人哋落嚟啦嘛，哦，我要欢迎人哋啊，系咯，有客到，系咯，咁啊就发生咗嗰件不愉快事件啦。哇，讲完一句系啦，即系过程唔好讲啦，我冇可能即系话俾你听一个打五个咁乞人憎。五个五个里边有几多个系咩先？系出嚟先？其实五个一齐出噶佢哋。哇，即系 Power Rangers 系啊！突然间好似悟空咁样咯，啲战斗数值去到好飙到好高。系咁，我咪冲埋去迎接对方。系咩招？你系用咩招式嘅？右勾拳。之后就你哋就要就等双方就等呢个警察叔叔嚟啦，系警察叔叔系点样咧？点样处理呢件事？警察叔叔十分好，系香港警察真系效率好高，拉咗你啊！系啦，只系用咗三分钟时间，就话你就问我，你系咪走？如果对方算数，你打算点？打到咁我佢算数，我梗系算数啦。唔系，我先出右手啫嘛，我左手未出。
唔系，唔好咁啦，唔好咁啊，我其实有啲后悔嘅，点解？梗系后悔啦，大家即系出右手冇出筋，跟住你就话咁就以和为贵啦，系啦，以和咁其实对方系唔肯就咁算嘅，系要多谢地方对方嘅表面伤势系去到咩程度咧？个面红晒，嗯。激嬲啫，想嬲啫，嬲，系嬲，应该可能系嬲啦，应该可能系嬲。右勾拳对打紧一个咧，我都问到，每次都问到少少个场景，一个人箍住，咁另外有三个就应该系偷袭嚟噶嘛，应该正常。你讲应该就系，咁佢哋三位系原来好好兄弟，佢哋应该系好好兄弟咯，一齐埋一齐搭的士。截车啊！截车，你冇走，你冇走啊！冇睇咯，原来睇咯。咁本来拍开片嗰个咧，即系应该系某网台拍片嘅负责，嗯，都系继续拍片咯。我想，但系佢好衰唔衰？佢拍阿姜哥咪俾人屌到七彩。咁你有冇条片睇啊？咁佢佢净系拍姜哥啊条片，咁即系佢唔知有冇放。因为嗱，因为我嗰下冲动嗰下咧，就因为系太突如其来啊。所以對方係攞唔切部手機拍嘅，咁我係差唔多完曬啦，咁佢先攞得切。咁但係你喐咗幾嘢啫，係嘛？其實係幾嘢啫，咁都係一秒嘅啫喎，你一秒咁又唔止，咁又唔止。天馬流星拳，明白曬。因為要掙扎先至再喐到第二拳。哦，其實喺電光火石間係幾秒嘅事。點解唔出？我左右一齊出㗎啦。唔係啊，咁點解仲勾拳嘅？點解唔直拳咧？唔系因为顺啊嘛，系咪右手？即系你成日咁样咧，你个中路咪俾人嘣咁咪俾人破咯？唔系啊，系呢唔系。而家叶师傅，我想解释俾你听，因为佢右手边系有人嘅，系有条肥佬喺度嘅。咁如果用右勾拳咧，就可以两边。咁你就可以一石二鸟啦。即系啦，挡唔到啊！哦，挡唔到，挡唔到啊！即系如果你中拳，佢喺中间嗰度一，跟住左手先至直拳啊嘛。哦，即系咁样，因为佢左手边冇人啊嘛。咁讲真句，佢人哋真系估唔到我够胆喐佢嘅，因为佢哋几个人谂住凶我，就因为佢哋几个人啊嘛。因为佢哋高估咗你嘅智商啊嘛。冇错，呢个系绝对系，喂，你真系果然系同我好兄弟，你真系谂到我边度谂到咁捻多嘢啊！我梗系嚟啦，打捻咗先啦，屌你老！系咪先？屌你老母！迟啲先讲啦，半个钟头你打捻完添冇，即系打捻完你同我讲话有闭路电视影捻住我，又话点样我跌低你就扑街，我踩捻爆你个头啦，我扑街，你扑街啦，系嘛？即系咁解啫嘛，屌饮多咗，真系我道歉。喂，好似之前嗰啲道歉点算啊？对唔住，对唔住。喂，好似会开功夫二啊嘛，咁啦 ，OK。唔系真系噶，你临场你嘅，真系最紧要自己经验发挥咯。嗯，摆阵式系冇用，一定要够快。唔系啊，通常都为快不破，咩啊？屌你啊！嗰啲啊，下年都未打成啦，咪就系冇谂住打成。出三廿万走中佢，咁样先叫开到拖。即系所以奉劝各位咧，惹咩人都好，未惹咩都好，千祈唔好惹啲单细胞动物。系啦，佢哋只有直接反应嘅啫。系啦，系唔会经过思考嘅。